兄弟们睡醒了，然后看一下几点钟了，1:46，快2点钟了。我最近身体也不是很好，高龄药吃上一次。他这个药量比较足啊，你们都说什么致死量？没有啊，他这个一次能吃好多的，不能搞多了，搞多了倒沫子了，但是这点没毛病。他这个一次呢是30克的，哦，我看你们经常说我那个 IP， 那个 IP 的话，我不是买了个无线 WiFi 吗？叫什么物流卡吧，应该像。给你们看，就这种啊，无线 WiFi。网速还行啊，主要是网速也不好，不是很稳定啊。一个月1200个G 吧。我开的是3个月还是多少？200块钱。我这个设备50-60块钱。哎，只能说一般吧。勉强能用啊。刷刷视频，来，怎么样？然后我昨天晚上买了一条鱼啊，就是在平台上面，然后咱们起床去拿一下吧啊，来做一条烤鱼吃上一次，那种黑鱼啊，应该有半斤多一点吧。走兄弟，把垃圾拿出去扔了兄弟。我看这只小猫天天在这里啊。天天自己睡的，那玩耍呀，小鸡猫。快递来了，短袖短裤啊，咱们再去菜鸟驿站拿个快递吧。多多卖菜美团优先啊，丢不起，丢不起，拿了一堆啊，菜给他放这里吧，兄弟们。然后前面超市消费一波，待会儿一个盖子。闯天涯，空气修缓52元。买了不少东西啊，兄弟们，这一袋差不多50块，这些20-30块钱吧。土豆，其实也没有什么。这个就是蔬菜，毛豆，然后这个是鱼啊，看看死了没有，黑鱼，好像还是活的，然后做一条烤鱼吃上一次啊，兄弟们，咱们先换上新衣服吧，啊。穿上一穿，
不唠了，不唠了，兄弟们。哦，咱们开始做烤鱼吧。搞个烤鱼吃上一次。咱们先把鱼给它水放出来吧，兄弟们。应该还是活的，还会动啊，兄弟们。该说不说了，这个是挺不错的。来，接下来的画面有点那个，有省略了啊。好，兄弟们，鱼搞出来了，手打干净又卫生，我给它搞里头腌制一下，搞点葱进去。料煮了一点，生出来一点，盐巴了一点，让它腌制两分半吧，兄弟们。哦，咱们再削几个土豆。把土豆给它切一下，OK。然后这个鱼因为腌制的差不多了，兄弟们，忘记了，忘记了，没有改花刀呀，给它改过花刀。OK， 一个油给它放里头。锅底给它放点盐吧，你说不粘锅。哦，再把鱼给它搞一下。这个不容易中奖啊，兄弟们！昨天买了一包没中，今天买了一包还没中，真的服了。咱们给它搅拌一下，给它翻一，给它翻一下面。你要上天了是吧？可能差不多了，兄弟们，给它装上。让天晴给它搞定。让我们疲倦的身体在这里长久的停息。OK， 就这样吧，兄弟们。哦，这把火给它打住。
土豆给他搞一点，洋葱给他搞一点，这个草稿给他搞一点，搞一个干辣椒，搞点香叶，搞点叫什么搞点花椒，搞点花椒，搞点过来一点胡椒，搞点头盐巴，搞点头郫县豆瓣酱，搞点头鸡精，搞点头生抽酱油，搞点头老抽，搞点头上上色，再给它搅拌一下。啊，兄弟们，有那个烤鱼那个味了，就开始了。来来，磨磨唧唧的，把鱼给它搞点。然后再把这个香菜、葱花搞点。哎呀，这个葱花，这个叫什么？香菜点缀一下。哎，给它焖个两分半，然后就可以开饭了。烧卡，吉时已到，开始吧，兄弟们。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不对不对，十三香还没搞点。行了行了，不要放。OK， 那就搞点吧。Okay. 现在看起来就非常有食欲了吧，兄弟们？哎，还有点疑你，问题不大，问题不大。来来，小老弟们先吃上一次。没什么味道，它这个鱼，这调料都没有放到鱼上面，我靠，调料都在下面，这个步骤有问题，应该把这些菜放到下面，放到上面，鱼没什么味道。哦，小魏一下子就上来了，兄弟们。嗯，你看，满满一个，再尝一下。这个洋葱啊，来，洋葱又买回来了，这个应该有味道了。海泉，兄弟们，
满分十分的话能打个6.4分吧，勉强能起。是不是这个黑衣压根都不太适合做烤鱼啊？只有我能想得出来怎么用黑衣做烤鱼。啊，这个土豆可以，土豆比鱼好吃一点。没关系没关系，超过三秒。啊，不超过三秒。就能捡起来吃啊。反正就没人看到，真的是。搞个火龙果，嗯，过年了，兄弟们。